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。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与英国知名品牌 Harrods 首度跨界合作，即日起至6月30日限定推出 Harrods Chef 经典英式下午茶，以 Harrods 今年全新上市的主厨精装熊为灵感发想，推出数款美味茶点，并搭配 Harrods 经典茶品，饕客们可品味英式 Fu 下午茶飨宴。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与马可波罗酒廊限定推出的 Harrods Chef 经典英式下午茶，涵盖数款手工茶点，如经典英式柠檬塔、阿萨姆红茶、马德莲、大吉岭红茶、起司蛋糕等。各款茶点外形口味独特，如阿萨姆红茶风味马德莲运用 Harrods 30号阿萨姆红茶呈现甜蜜滋味，并以巧克力点缀成可爱的熊脚印，造型可爱又萌。下午茶茶点可选择搭配数款 Harrods 经典茶品，如14号英式早餐茶、26号大吉岭红茶、30号阿萨姆等，品尝英伦风味。另外，于活动期间享用 Harrods Chef 经典英式下午茶，并拍照上传至个人脸书或 Instagram， 同时标注